今天呢是正月初四啊，我年前结婚那个表妹啊，现在带着她的老公啊，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个习俗啊，就是刚刚结婚，然后就会，我们这边是作为侄女婿吧，然后会设宴招待他们，然后就好像是要给红包还是怎么的，反正就是第一次吧，就设宴招待。然后呢，吃好饭，我们等一下又得去宁海那边啊，再去喝喜酒。我另一个表妹又结婚了，然后今天还有明天就又得要吃了，然后吃完之后呢，还得回来再吃，反正就是使劲的吃吃吃吧。他们现在已经来了，我本来也一块去现在他们在就是我们这边不是种了那种很多这种红美人嘛，他们现在去现摘啊，我这个。这边是我那个舅舅家里然后他正好还有一点点的没有摘就是带他们现摘吧，玩一下，这个挺好玩的。妹夫来了，他们摘的橘子，这些这都个带就走了，是红美现人。在剩下来的比较丑而已。这个已经很好了，还想怎么样？我们差的我们自己吃嘛，好的你们带走，有点脏。都好点，我这边摘了两个，都挺好吃。现摘的，你看。带个吃不掉留留着。我手腕出大牛，来他你。那有。我们现在吃好饭我是坐表弟的车来的，这边是宁海的桥头湖社区哦。然后呢，我的表妹她是在附近的高楼里面她是在那个这边应该是他们的文化中心吧，这个是桥头湖市场然后就在对面这个文化礼堂这边吧，举办这个婚礼了，吃两顿啊。新娘李月，新郎曹雷。这个是我舅舅，客人陆续的来了。冷菜已经上来了，等一下就发筷子就准备吃饭了。哦，筷子已经发了。打了个鞭炮的意思就是说，让客人可以吃饭了。先来个龙虾，哎呀！表舅，没事，快吃吧，吃。没事，我们这里都是自己人，都是一家人。他这个叫来厨子做，确实和饭店做的那个味道大有不同啊，确实是感觉就是叫来厨子的好吃一点。这个是膏蟹哦，你看这个膏新娘开始敬酒了，明天新娘就不敬了，新郎来敬哦。这个是新郎的弟弟，这个是新娘。好好，阿哥哥再下一把。好。碰这里碰一下就好了。哎，他们现在挨个的在敬酒。本来就漂亮嘛。这两个呢，就是我那个臭豆腐西施表妹了。这个左边这个嫁人了，右边这个还没嫁人。今天的晚饭就结束了，然后明天的话，中午在这边吃了饭，新郎来接新娘，然后我们就又跟到宁波去做舅子，大舅子、小舅子，这个就是新娘，这个是伴娘，都是我表妹。你真的好多表妹哦！对，嫁出去一个是一个啊。是的。今天是正月初五啊，现在来拦新娘了，新郎啊，错了。
那是搬到外面去。哦，放鞭炮。专门拿提起来。哦。我当个纸包了，你们。啥子种个桃哈没有？个桃种个死啥不好了了。哎，没有小的吗？小的那个不小的吗？不是那种小霸王一样的那种没有啊？那个没有，那要不就再多放两个，走的时候再放两个嘛。那只能这样，还有怎么？再拿两个出来了。嗯，拿两个一个。要不你两个嘛？小弟们说啊。拿一个出来吧。啊。反正你说好了，我们就是反正你们怎么的，没事的，今晚不硬好吧？就是拿什么好了，没有什么事。哎，你们带来什么？要进什么？你们要进什么？有的。好，现在钱包了，那下班了，下班了。他们在那啥？新娘家里到这个吃饭的这个地方来了，本来呢是想拍一下，但是确实有点挤啊，所以呢就不在那边了，等一下新娘来了也可以拍一下。我们先到这边来帮忙一下，就是摆一下酒啊或者怎么的，不然时间有点赶。这个是每个人的喜糖，一桌一袋啊，今天每个人一个芒果水果，今天好像是20桌，昨天是16桌。现在在上这个人情啊，应该拿点钞机的。我们这边的人情它都是比较的重吧，都是大几千或者小几千，很轻的差不多都得上万了。然后上完之后每个人一包烟，冷菜上来了，这个好像叫小酥肉，这个是竹节虾，这个是油炸夏威夷果，还有这个呢是我们长叶镇比较有名的这个鱼龙啊，这个是腌制的，就是我比较喜欢吃那种，就是蒸一下然后浇一点葱油，那才好吃啊。这个是点心吧，啊，你都喝了点。这个海螺，这个是这个叫什么我也不知道，这个是呛蟹啊，基本上每一个喝喜酒吧都有这种呛蟹吧，然后冷菜就是这些。新郎来了，新娘。伴娘几个？热菜慢慢的在上了。
新郎新娘开始敬酒了。弟弟抱着姐姐出来了。我们现在跟着车子去宁波的镇海了，这里是宁海哦，是镇海。我们现在已经从宁海到镇海啊，就是宁波的镇海区啊，然后又到这边是宁波的江北区啊，这边是餐厅，今天晚上我们就准备在这里吃了。本来呢是到新郎家里去啊，然后可能是人太多了，不想挤吧，所以就直接到餐厅来了。等一下见个面也是一样的吧。我们的亲友团全部在这里等，因为如果我们全部去他家里的话，那个也坐不下。你展家啊，好，这肯定棒啊！哇，好香啊！哇。哇，这个上的话只有4-5度、5-6度，然后白天的话有20多度，这个我穿成这样都热的有点顶不住了，太热了。我们先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吧。新娘子化好妆下来了。
这个酒店的这个价格，好像最便宜的是6888，最贵的是1万多。不过对于这种场景来说，这个应该算是正常的吧。入席了，入席了。现在请用你最帅气的方式去献上爱的手捧花吧。叔叔现在可以将他们手放在一起了，拥抱一下吧，新婚快乐，谢谢父亲。相对而立吧，可以看一看对方的眼睛。谢谢。其实我非常不忍心烂漫纯洁善良。此刻有请新郎新娘用右手取下对方的指环。此刻的你是否愿意嫁给对面这个大男孩的？你愿意吗？我愿意。掌声相伴。好坚定的回答。你跑哪去啊，兄弟？好，有一个小小请求，靠近一些，哎，离幸福更近一些。祝他们新婚快乐！准备，3、2、1，新婚快乐！谢谢。新郎的爸爸妈妈刚刚来敬酒了。今天我们这桌是最大的。新婚快乐！新婚快乐！告诉我，胡拿几张？胡拿几张？1、2、3、4、5吗？好像不对。刚刚我妈妈抽中了奖券哦。拿了一个大奖了，来吧，小飞啊，你选吧，上面的，嘿嘿，不知道什么东西，啊，你自己选，应该三场吧。